泼妇少女感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。然而这两年当妈之后风格变了，整个人的穿衣风格更趋于成熟。近日陈妍希现身机场，穿驼色大衣搭配短裤十分吸睛，大衣的长度盖过了膝盖，遮挡住她的大半个身体，防风又保暖，内里则是黑色的 T 恤配上了牛仔短裤，像是系了牛仔外套在短裤上，造型极其别出心裁，妥妥的让她走在了时尚最前端。在配色方面，百搭的黑色以及白色都是很受女神们欢迎的，大家可以学着陈妍希把黑色 T 恤半扎入短裤之中，这样不仅可以凸显出腰线，又给人一种清纯的感觉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陈妍希将耳环只戴了一边，利用另类的配饰来显示出了时尚感，妥妥的时尚女王。网友们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是她和陈晓的恋情，两人在拍摄《神雕侠侣》时相识，后来坠入了爱河，婚后他们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，取名叫做陈沐辰。如今的陈妍希不仅事业顺利，生活也非常美满，真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了。虽然想和她一样幸运很难，但是学习她的穿搭还是不难的。